TDWG， 大家好，我是 Sky。 今天各位看到了吗？这是我新请来的新朋友哦，让他对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米滴。哦，米滴最近有新成立一个新团体，可以在这边宣传，讲一下名字。对，我最近办了一个新团，叫做 Bubble Cream 奶油泡泡。哦，业主们有看到，可以多发 case 给他们团体哦，让大家可以看到米滴更优秀的表演。哦，那今天的第一题哦，大家一定就是又想要知道了，米滴为什么要叫做米滴呢？我叫米滴的话，其实是因为我的本名就叫做米珠，对，本名就叫米珠，美珠，那个美珠，蔡奇亚的那个美珠，对，合理合理，对。然后之前就是小时候要取绰号嘛，然后想说美珠的台语是 VD。我那时候念错了，我后来知道是 VD，、哦、念错了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以为台语是 VD， 然后 VDVD 念起来，最后我就取名叫米滴，然后就用到现在。哇，那这算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。我认识这么多人，也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叫米滴的，就只有这一位了，好不好？哦，那这就是我们大家很好奇的米滴名字的由来。那今天就是我访问米滴 Q&A 环节的这个影片啦、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也欢迎各位网友们哦，尽量帮我们推广 TDWG 的会员频道或是一般的影片哦，也欢迎各领域的网友们前来观看。我是 Sky， 我们下一期见。